是不是也没躺多一会儿？狗呢？小狗被我放外边了。我本来都对睡着了，然后你们就又让我过来直播。然后我就想说，我今天太漂亮了，我必须得直个播。一个餐厅挺好吃的，旁边都是泰国人，那个泰国的店员一直在我旁边聊天，说泰语，蹦蹦看什么看什么拆什么，没学会泰语。哎，你们都不知道，我今天走了一天，然后你早就起来去化妆，然后结果我本来是约定了一个时间，然后还没有到那个时间，之后他们就催我说你到了吗，你到了吗，然后我说我们不是约的这个时间，然后结果我还是迟到了。看来大家就是对我都很了解，就是知道我一定会迟到，所以他们提前催我。但是今天有拍到很好看的照片，然后我跟那个姐姐说，你一定要好好的帮我把它洗出来，因为我今天拍是胶片，然后说你一定要尽快给我。就像上次我拍的那个，我都不想发了，我都好久不剪头发了。然后我不是还有两组嘛，没有发，然后我说你别给我了，我不想发了，太慢了。谢谢你们的礼物，谢谢你的小心心辣条小电视。对啊，我长痘了。都是愁的，都是和你们愁的，你们太不让我省心了，所以我就这憋的给自己憋出痘来了。谢谢你的辣条，冰苦露，别脏你，哼，一天天不知道谁脏谁。你要是，谢谢你的辣条。要不是你们让我洗衣服，我能去洗衣服吗？我妈也说，让我过一段时间没有什么工作的话，就回家待两天。妈妈说爸爸想我了。我也想他的电脑了。
这样想想，我过一段时间真的可以回去，就是看看他答应我的事情进行的怎么样了。对，回吃麻辣烫去了，加两捆海带，然后还加豆泡，然后还要加土豆粉。谢谢你的冰可乐。和这 B 站不会是 B 站、啊，这礼物名字真逗，真逗嘿、哎，这还吃瓜还什么什么东西？么么哒，摩天大楼，冲浪什么？你知道俺们口袋四班那儿都给鸡腿儿，你这是给了我多少鸡腿儿？什么？只有两个鸡腿儿？我刚刚没讲完，然后实在被催得不行了，我只能在车上化妆。哎呀，在车上化妆太累了，你就要保证那个车抖的频率和你手抖的频率是一致的，你才能顺顺当当的把你手上的眼影铺到你的眼皮上，可难了，女孩子才懂，懒鬼才懂。所以今天这个妆全部都是我用我的三根手指画的，因为刷子的话我怕给自己捅瞎了，我就只能用手蘸然后往上抹。谢谢你的吃瓜，谢谢你的可乐，还给我递茶，给大佬递茶，可以的。我觉得自己奶不奶，我觉得自己不够奶，所以我天天喝奶补充我自己的奶分，还是那么美。那当然了，人的皮相长得好的话，你就怎么画了？我就不往下说了。有没有开空调？没开，我现在穿了毛衣，我回来热死了。在外头冷死了，再回来热死了。手很好看吗？我只是手很大，我手不好看。我用我的手纹很多，都是手纹多不好，是操心的命，所以我操心呐。我操心你们呀，什么事都要操心，真的是。谢谢笔给我比心，谢谢小星星。要不要遮下痘痘？不遮痘痘。这个痘痘长得堂堂正正，全部都是你知道，每一颗痘痘都是我操的心得来的，所以我就不遮它。当然遮不住也占了1%的成分，就是说它长得太大了。但是我勇于让他们示人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让你们看，美女的痘是什么样的。对，你们一看，哎呦，这痘长得好哎。红彤彤，圆溜溜，水滑滑的，还反光，然后就你们眼界就更开阔了，就是生活处处是学习。
对吧？好逗好逗，也刚刚有人不禁吟了一首诗，好逗好逗，对对，就跟你们说，生活处处是艺术。谢谢你的小心心。我今天本来可累了，我都想说，今天这个日子实在不宜直播。因为今天拍的也可坎坷了，那个姐姐一到那儿，然后一摸兜，哎，没有胶卷，这不扯呢吗？没有带胶卷，刚垃圾扔了，可劲儿回响啊，在那儿一顿回响啊，感觉那脑浆子都翻腾了，不知道还是想不起在哪儿，然后就后来没办法，就是他身边只有一卷。但我带了两套衣服，然后他还给我预备了一套，怎么办啊？总不能三套就是一卷拍吧，那也太隆重了吧。这一卷是什么金胶卷，就是说太隆重了，然后就没办法，就只能说现买。谢谢你什么，谢谢你的不知道什么东西，然后就现买，然后后面就是拍拍拍，然后还送到了，但是很坎坷。虽然说这什么都没耽误，但是人的这个心情很坎坷。然后刚刚就是我又是走了很久的路，谢谢你的辣条，就为了找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给你们直播，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。是这么说吗？应该是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终于被我找到了，贼漂亮，那个光啊，那个柔和的光打到脸上，巨漂亮。然后就出了我刚刚在口袋里说的那个事儿，既然有人和我一样的浪漫，想享受这个夜景和晚风，非要跟我拼桌，然后就没直上播，自拍了吗？别提了，那个尴尬的感觉，我都不知道我那个吃的是怎么咽进肚子的，我吃了什么？我要了一碗冬阴功汤，我感觉我食道都被烫烂了，就是说连吹都不吹，我就开始往下喝了，太尴尬了。只要我足够做作，尴尬的就是他们，我不是那人啊。咱这人，这跟做作离得太远了，太难为我了。然后我还要了一份芒果饭，就是芒果糯米饭，我最爱吃芒果糯米饭了，我最喜欢吃软软的黏黏的甜甜的那种甜品。好家伙，它芒果和糯米饭是分开的，我可能芒果就吃了一块半吧，人就落荒而逃。气死我了，我都没有喝泰式奶茶，本来我想点来着，我忘了，我坐下了，人家拼桌来了，我才想起我忘了，我就想我点还是不点，最后也没点，然后太渴了，然后在车上点了一个脱脂牛奶送到中心，结果给我送成全脂的了。哎，别说，真好喝，这个脂肪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啊。谢谢你送的礼物。全脂快乐，耶。你
说我这一天坎坷吧，我刚刚往床上一躺，我这个饭吃的急呀、啊，我就感觉胃都在犯恶心，但我心想，我要就是这样，今天就这么歇了的话，我就这样结尾了，不行，我必须要开播来恶心恶心你们。也不是恶心恶心你们，把我这个今天的心路历程告诉你们，让你们跟我替我难过难过。怎么能说被我恶心到了呢？有的话我说可以，你们说就不行。这个是，这孩子基本的礼仪都不懂。你要这样跟你跟我爸爸说话的话，我爸啪一下子就给你扇到一楼去了，可不能这样讲话。有的话自己说是谦虚。那你说就不行了呀，嗯，不知道吗？我好双标，你谁不双标？这话说的，爸爸好，我爸肯定没在看，我爸是个极其自律的人，他现在肯定睡觉了，连买电脑的事儿都是我妈妈给他转达的。谢谢你送的礼物，你送的不太多呀。我爸小的时候扔我的辣条，哇，吃到一半就会从我的手中抢走，那给我气的，扔之前还放地上踩一脚，你说我爸恶劣吧，气死我。谢谢你送的礼物，真的，我爸特别过分，他知道怎么才能让我生气，然后我就说你跟我说对不起，然后他也不说，然后我就跟他耗着，我就冷战，为了因为他扔了我吃了一半的辣条，那等于说那是从狗不是从狗从猫咪嘴里抢食啊，就不行，这个是原则问题。然后你怎么能支持他呢？你长大有孩子你就知道了，你要有我一样，你想象一下我小时候是什么样，像我这么可爱的小时候的我，你忍心扔他的辣条吗？看来我爸真的是看习惯了。说忍心的，你们给我摸摸你们的心在哪儿？我生气了，这么多说忍心的，我看来我今天必须给你们表演一个原地生气。没行，不行，今天体力不好，感觉生气生不动，就不生气了。
今天没有打腮红，看起来人的气色不太好啊，还是因为我累了，我的眼神中透露着疲惫。这是什么 BGM 啊？ Let me see， 叫 Zero Effect。 今天白天去拍照。去增加我给我自己增加物料了，和我之前一直的那个姐姐约的，她正好在上海，我已经跟她讲了，谢谢你的么么哒，这次别拖那么久了，上次那金发的我都不打算再发了，我都不金了，头发早就不金了。谢谢你的那个叫什么啊，原来一直是我的房管在帮我卸礼物啊，我在想说他这么爱刷存在，怎么总送我礼物呢？可以的，不愧是我家好房管，一看就是跟我多年，非常知道我想要什么啊！谢谢你，谢谢你们的礼物。在我下一次拍戏之前呢，我可能只能靠直播来过活了，所以呢，快祈祷我赶紧拍戏吧，不然我每天都会在这瞎胡扯。都帮我祈祷一下吧。看来你们是更想让我瞎胡扯，不行。没事儿。我以后拍戏了，我就给你们扯点别的，我给你们爆料，爆料其他演员，开玩笑，爆料我自己。谢谢你的礼物，我只能统称为礼物。你们这什么啊？这个叫比心嘛？投喂比心，比心是一个动词。我觉得 B 站的这个不太严谨。我其实之前有一个物料。然后，但我错过了发他的时机，也不是错过了发他的时机吧，就是那个时候还不能告诉大家我去客串的那个戏，但现在那个戏杀青了，然后那个物料又是关于 S 队的，然后等到。我就想说要不再等到这个戏播的时候，然后我把这个物料给你们发出来，可有意思了。我让跟我合作的男主念诚挚团结，意志坚定，用汗水浇灭梦想，目标是做好现在的事。
然后他背了好半天，帮我录了一个。特别感谢那个跟我合作的那个哥哥，人太好了。但是现在不太合适了，发这个出来，我希望这个戏能赶快播，能大火，到时候我就把这个发出来，让大家，让 S 对大家和那个我们的老 S 喵们开心开心，想想就开心。现在是新 S 队了，你们是新 S 喵，但是之前跟着我们的都是老人了，老 S 喵。一定提醒我换手机的时候，提醒我手机里还有物料没发啊，我万一过一段时间脑子一抽，我换了一个12，我贪图人家5G 的快乐，我换了一个12的话，可别忘了提醒我。啥时候换手机啊？对，感觉有的等了。你们说我今天能不能再拿一个伞？啥颜色的？不知道，有啥颜色？谢谢你的，叫什么？谢谢你的，我不知道你送了个啥，但是谢谢你送我那个东西，那个礼物。不行啊，我既然要在我们 B 站冲，就是继续的混下去，有一席之地，我这个你们这送的是啥，我也研究研究，真是学无止境啊。就是给我递了茶，还有冰可乐，谢谢。你给我了鼻吸，让我 吸鼻子，什么玩意儿？为什么买了12就不用买那个了呢？不用买相机了呢？我想要那个，我想那样自拍，就是那样，就是变焦，就是这样，就这样，还有的时候这样，也是这样，那种。那样多酷啊，就我人站在原地，然后那个就唰就过去了。我不买大炮，我不买大炮，我扛不住大炮，我天天都要给我的战姐们鞠躬，他们怎么是扛着那个东西到处跑的，跑得比我还快。你们太厉害了，你们都是从小举铁举出来的吧。谢谢你的小电视飞船，谢谢你的，哎呀妈，散光吃瓜和逼克拉。
谢谢大佬，哪个厉害？哪个是人是大佬？谁是大佬？谁是大佬？送哪个的是大佬？快告诉我，不能放过他。电视，哪儿呢？啊，飞船电视，谢谢。我今天本来就说谢谢你的么么哒和大佬地产，想说今天就要不就如果睡过去了就算了，反正过两天那个默默回来了之后，我抓他跟我摸鱼食堂。但是心想说，不行，今天妆化的太好了，而且我怕他这个一会儿浪彩一会儿又啥的，又好几天不能直播什么的，不行啊，耽误我挣钱啊，对吧？然后我就还是来了，绝对不是因为你们在口袋里一直刷一直刷，你直播不，绝对不是因为这个，真的，绝对不是因为这个。哎呀，这什么歌？这什么歌？吓我一大跳！你知道这歌叫啥吗？我在这跟你们，我在这看弹幕，旁边突然传着，然后我一看这首歌就叫 Eve， 就叫 Eve。好可爱，谢谢你的礼物。这个不是我的歌单，我只是随便放的。其实我你们总是要我的歌单，我就哎呦，这个太洗脑了。哇，忍不住把它听完。我都会唱了。这歌太洗脑了。哎，我会唱。我说到哪儿了？啊，我就跟他说，不是，我就跟他说，我就跟你们坦白吧，我今天就在这里坦白了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今天我特别倒霉，所以我今天在这里面坦白，我其实没有一个自己固定的歌单，你们别要我的歌单了，我歌单实时更新。谢谢你的礼物。谢谢你的礼物。就没有一个歌单，我就是今天觉得这首歌好听，我就说它是我的歌单里面的歌，但是明天爱不爱听呢也不知道。然后这个歌单到底我有没有真，这个歌有没有，我有没有记得把它收藏进我的歌单里呢，我也不知道，就是都不知道。听到了吗？这个歌里面还有一哔哔哔，一哔哔哔。怎么会这么洗脑的这首歌加入歌单？
哇。哇，这首歌，这个人叫 Miss Katy。Miss Katy。这首歌感觉正常了一些。我下次我们聚会的时候，他们要是再蹦迪，我就把这个放出来。我就说，哎，姐儿几个，让他给你们放首歌助助兴，我就把这个放出来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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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然后大家一听，好像本来没感觉没喝到位，然后一听这歌全就感觉喝到位了，就最近的一次聚会是什么？是歌单吗？是歌单。好，歌单提醒我，我就给大哥来一曲。我说大哥来，我给你助助兴哈。大哥说上头了。谢谢你的辣条和给大佬地产和么么哒。有看这就是街舞啊，这种舞蹈类的综艺我都看的。不，好厉害，我还喜欢，哎呀，我一下子忘了，我就不说我喜欢谁了，因为我忘了他叫什么，是有一个人叫什么肖吗？就是那个偏现代的那个，韩语是上一届的，不要蒙我，不是肖姐。不是肖姐，是肖姐是跳 popping 的那个老师，对吧？不是啊，黄肖。哎，我喜欢他的那种松弛一点的风格。也不是松弛一点的风格，就是说有紧有松的风格。而且他的感觉，他的编排啊什么的，还有他的演技什么的，好想去求学呀！不知道大师在哪儿开班啊？参加节目。我可能海选都不过，就别提能见到他了。谢谢你的小心心，那么么哒，和你的什么？我的头发是什么颜色的？我的头发一开始是深灰色，然后现在掉了。谢谢你的冰苦肉。
一开始是深灰棕，猕猴桃又来了，可还行。我过两天就要把头发拆了，拆一段时间吧，至少拆个半个月吧。我就不想吹头发了，不想吹头发了，就是不想吹得这么费劲了。啥时候去掉刘海，这样就去掉了。哎呀，额头没有补妆，就不给你们看了。你们都不太纠结我有没有刘海了，其实我有刘海，我这风一吹就过去了。因为我头发特别软，所以我根本就没有那些他们那些有刘海没有刘海的那种烦恼。哎，我看到了，你们说的是这个吗？小电视飞船，谢谢你。我根本就没有这个纠结在，特别好那个，而且。因为我头发太软太飘了，那个每到就是有什么重要的要做造型的时候，那个姐姐都说，不然你今天停一停，你先别洗头，不然你明天头发都是飞的。他们还要求我不要洗头呢，但是我每次都忍不住，然后你们就每次都能看到我炸毛。谢谢你的，就是地茶什么的。我不洗头，不油哎，我不倒油，就是会比较没有那么飞。木了，有啥可木的？你们羡慕天天那个头发就是。像一个毛球一样吗？你们羡慕我天天像个什么？我都不知道怎么说自己，像个布偶猫的尾巴一样吗？真跟长得好不好看有啥用啊？你头发都是飞的，你长得好看有？当然，你如果说你长得像刘亦菲那样子，我觉得你头发飞也是好看。显颅顶高，啊，真会想。我什么时候才能有你这样？乐观的心态呢，感觉我这辈子做不到了呢。我只要头发做得好，我就特别自信。我们的发型师其实从小的时候到现在，我们四八的发型师做得好的少，然后但是有几个姐姐做得很好，然后每次就是如果有什么活动，轮到那个姐姐给我做头发，然后我就怎么说呢，那天心就会很顺，然后做完我就会想说，至少我今天头发是好看的，然后就那天就会觉得心里很顺。哎呀，我要喝奶了。我还是倒在杯子里喝了。
可不嘛，我们正儿八经过日子的都是买一升的，比那个小瓶的划算，一看你就不居家。我们都是一升的，然后喝不了封上，封上第二天喝，放冰箱里，知道吗？你家有冰箱没有？你看独居的人很多人都没有冰箱，但是一定要买冰箱，知道不？而且那个面包吃不了，你就把它放在袋里，放在那个冰箱里面，然后第二天再吃的时候你觉得太冰了怎么办呢？你放微波炉里热一热啊。有微波炉，知道微波炉是啥不？啊，都知不知道？微波炉啊，就是一个小箱子，你把它打开，你放进，把面包放进去，那塑料的不能放，你得放到碗里，然后你给它盖上，你把调到那个高火，然后你要拧个40秒，那个面包就热乎了，热乎你再吃，你就跟凉的就是不一样哎，你看你就知道区别了，懂了吗？这是教你生活。哎呦，你刚刚有一个人说你那个淀粉会老化，哎呦，您家是有矿。小的时候妈妈蒸馒头，我妈不会蒸馒头，我妈应该在看。妈妈，你会，你只是不蒸而已，但你会的。我奶奶蒸馒头，像我们家里那东北的都是一蒸蒸一屉，然后吃不了都放冰箱里，不然你一家几口，五口人，你蒸一屉怎么也得十几个吧，你吃不了你怎么的，吃一半扔一半。又不正经了，又开始了。谁岳母嘛？谁家岳母来了？你怎么看直播还带着你家岳母来呢？别呀，有岳母就别看我了，赶紧给岳母洗脚去吧。你没看过那个广告吗？妈妈，我给你洗脚，那多孝顺啊！看直播算啥呀？你说你看我又没两句正经话。你再把岳母给看生气了。这是你姐妹，你岳母不怀疑你啊？你小姐妹都这么漂亮，你天天在外头肯定不去好地方，这肯定在野呢。你们俩是不是在那种一到晚上就放音乐的地方，然后就是那台上小姑娘又唱歌又跳舞的，一跳跳16首的那种地方认识的，就肯定怀疑你是不是。别这样，哎，怎么都知道在嘉兴路，别做广告了，我人都不在嘉兴路了。当然你们愿意去的还是去啊，那不止我一个小姑娘，就只不过呢可能漂亮的就少了我一个，但还是有，这话不能随便讲，还是有很多，但是没有我了呀。谢谢你的礼物。哎，怎么停了呢？我谢啥呢？没有礼物我白谢了。哎，有了，你看你们这个记性就是不好，不会一心二用。你这可以边看边送吗？咋这么奶？没有没有。
误会了，误会了，误会了。没有明目张胆，没有明目张胆，我没说呀。是你们就是越来越聪明了，都历练出来了。越来越牛了，你看看，都会心电感应了。那我也没说你们感应的对啊，就是说没错，没说你对，但也不说你有错，知道吗？跟我学的，嗨，这是实话。怎么又谢大佬了？哎，哦，谢谢。话说我好像瘦了很多，对对对，是瘦了，是瘦了。但今天我也把这个手机稍微扣了一点，就是说两方面原因都有啊，也不能只归功于我。对对对，咱们这种靠脸吃饭的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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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有技巧的。我越来越什么什么。谢谢你的礼物，眼睛红了，可能今天，唉，今天太累了，都是为了生活。诶，我随便开了一个盒子，里面竟然还有耳环呢。我打算什么时候睡觉？我瞅瞅，我还，据我观察，我还有7分钟到1个小时，不然我们再聊个7分钟的。然后就放我去睡觉。别舍不得我了，又不止今天，之后肯定还会被你们抓住的。你们这多厉害呀，表演一个现场的哈欠。表演一个现场一哈欠流眼泪。嗯，快截图，然后快去说张宇哥直播哭了。嗯，然后你们随便写点文案啊，愿意写啥写啥。截到了吗？这给你们找乐子呢，给你们找乐子呢。生活多无趣啊，明天就周一了，又要上班又要上学了，是不是？对吧？哎呦，你们这标题想的，这比我心中想的那个都过分。哎呦，不能看。哎哎，什么叫被狗打哭了？谁？那个弹幕飘的太快了，谁说的？你让我抓着，我不像跟那狗打架一样认真的跟你打一架。跟你打架比跟狗打架还要认真，真打，那样打，打那个，打鼻子，
这样打，打的你一个机灵，一个机灵一个机灵的，就一打就这样子，打不了你也吓你，吓你一跳，你想，哎，这怎么还这么打我呢？好有意思，快站出来！大哥们可别真这么写呀，太吓人了，吓到我了。可吓死我了。我今天有没有拿小时榜的第一呀？感觉没有，因为没有人跟我汇报。第二，哎，也行，人生中就是有一有二嘛。下次拿第三啊，不是，下次再说。下次我。下次我要带着我的狗来，下次我就是跟他一起表演。真是给我气的，当场就感觉这个痘更大了一点。可不上火了吗？跟你们上火上的。不小心让我的小贝贝出镜了。哎，小贝贝，开心吧？看到女明星了，我说她。看到我们家女明星了，她可是跟我很多年了，她是我一手捧红的女明星，第一次上通告就是我带去的，还拍照了呢。好多人看着他的照片都不行不行的了，这个颜值。对，我一手带大的女明星。哎，你们舰长进这个我的直播间还那个呀，还有通报啊，就是有一点那种怎么说呢，就是恭迎陛下的意思。嚯，你们这个 B 站，你这个也太隆重了吧。谢谢你的那个比克拉和小心心。你们哎呦，这个进来真的通报，还好是好事啊。哎呀，金钱的味道，还挺羡慕。
你们是不是故意退出来又进来，然后让我看一看呢？这个就不必了，这个就有点虚荣了。这个就是虚荣心在作怪。不要这样子，哎，不要这样子，你退出来小心我一关直播你就进不来了。这还玩上了，真是的。哟，钱不能白花，您还在乎？嗨，真还玩上了。嗨，谢谢你的给到绿茶喝，么么哒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还我还有多久了？哎嘿，好像时间差不多了哈。哎，你刚进来，那你不关注我，你应该一天24小时就在我这个直播间里，就是等着。你没事你就点开，你没事你就点开，你指不定哪次哈，你就再也不想点开了。开玩笑。播完最后15分钟。为什么是播完最后15分钟？我播完最后15分钟，我有奖励吗？还有15分钟，第一是谁跟你讲？奖励。有人奖励我很可怕的东西。哎呦呦，哎，是我选的歌吗？又播的这首歌了，昨天就听到，今天也听到。不要那个第一了，我没啥说的了，真没啥说的了。哎呀，真没啥说的了。谢谢你的礼物。哎呦，天天去给我整那个课。我就在这待着多无聊啊。但每次关直播呢，其实我都有一点儿，心里就是有一点儿，就觉得，哎呀，把这些孩子就是放在这儿，唉，有一点儿不放心，知道吗？就指不定把你们放在这儿，真的开始困了，我不行，我要遁走了。不好意思，同志们，我现在要去吃自助餐了，拜拜。不行了，钱都花了，
5000块呢，5000块我得去吃回来，我要去吃大鲍鱼还有那个帝王蟹了。拜拜拜拜，那鹅肝一会儿都凉了，再不去吃白瞎了。行了啊，还有肥牛，肥牛太便宜了。嗯，帝王蟹，那帝王蟹放在那个碴子粥里面，和都和好了，我等我去吃了啊，我去吃自助餐了啊，拜拜，拜拜。你看，现在马上退出我直播间的就不是我的真粉，我就眼看这个数字掉下去了。我的真粉丝呢，就知道我在关直播之前有一个流程。你看，眼瞅着在掉数字，这些你知道，当我提纯了，就当我提纯了。三、二、一，感觉失败了，拜拜。哎，等会儿那个叉在哪儿？哎，怎么关？啊，在下边。嗯，我傻了，拜拜。